位评委老师大家好，我是呆宝镜 AKA 永吉路碧昂斯。永吉路碧昂啊，他也算了，估计算啊，肯定绝对肯定是绝对天王星了，对对对，很早就认识他了，他在天王星的时候。论辈分，随便你怎么喊，你跟你的孩子都是我的 rat 成长。到底谁说你可以轻易就到手？以为自己是情圣，这边那边四处的游走，你的演技太。比较早期有在听 rap， 中文 rap 的，应该都听过我吧？有吧？没听过我，那你就没听过 rap 吗？当我成了你，角色变自己，当年的童谣再次又唱起。啊啊明明卡卡明，啊啊明明卡卡明，为母则强，没有什么困难。就像当年你为我奔走他乡，赚的不多，什么都买给我。你很瘦弱，拼了命的保护我。昨天你指给我看，脸上的老人斑，说当年你很漂亮，追求人对衬衫。你总爱讲当年的故事，还念着谁对我不好，这点你很固执。你说女儿总会知道当妈的苦，当我临盆你在远方不停的哭。家太远难团圆，算了不说了，都是缘。衣服买贵了，饭菜快凉了，工作赢钱了，加班都别惹，睡眠不好睡得太少，晚上抱着孙子唱着我童年的歌谣。啊啊明明卡卡明，明明太太就连你，太阳吹光都暖你，晚安喵儿呀卡卡明。啊啊明明卡卡明，明明卡卡明，啊啊明明卡卡明，啊啊明明卡卡明。谢谢。你可以 freestyle 吗？你可以 freestyle 吗？为什么要我这个？会。因为你现在的歌曲的风格是很舒服的，可是在这样竞技的比赛里面，你怎么样生存下去很重要。我是觉得这段挺 real 的。对，下一轮可能你得褪去你妈妈的角色。 I'm a rapper yeah。